当天第十四天。Oh,
当知是人生。
娑婆僧三藐，即为闻他生死定他生，须菩提菩萨以如是种种事业波罗蜜多故，无量众生即菩提菩萨得离苦，须菩提是无有我，即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所得，须菩提罗菩萨作事业波罗蜜多故。Thank you.
因摩诃萨埵诃依故是无有众生如来故则我有众生如来故则如来即有我愿众生所得须菩提如来所有我者即为有我何况不自人亦为有我须菩提观故则如来所即为观不思议观不须菩提第一云观可以三思而相观如来佛须菩提也如是如此以三思而相观如来佛也须菩提若以三思而相观如来则转轮圣光即是如来须菩提拜佛也是尊如佛解佛说所以不应以三思而相观如来而是世尊何所即因若以色解我以因生求我是人心皆大无人见如来须菩提如何作是言如来无依具足相不得大妙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摩诃萨埵如来无依具足相不得大妙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摩诃萨埵如来无依具足相不得大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所住法观眉摩诃萨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依法不说观眉相须菩提若菩萨以般恒河沙等世界其他自用不施若无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真理人知菩萨身见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须菩提三不说无德不须菩提拜我言世尊云何菩萨不说无德须菩提菩萨所作无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说无德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佛来佛去若作罗婆是人不解我所说亦可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不说须菩提如来须菩提多善男子善女人以善见大千世界虽未未成第一因何是未成中因为多我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未成中是有者佛即不说是未成中所以则我说未成中即为未成中是因未成中世尊如来所说善见大千世界即为世界是彼世界何以不作世界是有者即是一而相如来说一而相即为一而相是彼一而相须菩提一而相者即是不可说但观无自人看作即是须菩提若人言佛说佛见人间众生见所者皆须菩提彼一何时人皆佛所说以佛佛也是是言不解如来所说以何以不是尊说佛见人间众生见所者见即为佛见人间众生见所者见是彼佛见人间众生见所者见须菩提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以一切法心皆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所即为法相是名法相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大乘其世界其宝是有不是若有善男子善女发菩提心得之于世界乃至是彼即等所知故从为人言说即不生彼听何为如若不懂得一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宝言如如意如莲因作如是观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即住比丘比丘比丘
十点，啊，五公，啊，那个下午几点？